昨天刚拿的飞机驾驶执照，今天就过来上班了。但我今天是个副驾驶，只能跟着机长一起飞行了。我还没开过飞机呢。飞机正在万米高空中飞行，这也太高了，我驾驶飞机我都不敢往外看，我恐高啊。前方即将到达机场了，准备着陆了，但这机长去上厕所去了，这飞机谁来驾驶啊？哎呀，只能我来驾驶了，这也太好了，刚拿到驾驶执照，今天就可以驾驶飞机着陆了。联系塔台。塔台，麻烦看一下我起落架放下没啊？应该是126。应该是126放下了。塔台，你确定放到位了啊？应该是126。应该是126，确定，你动作稍快点啊，磨磨唧唧的。什么？这塔台说我着陆太慢了，准备快着陆，放下起落架。起落架已经放到位了，准备着陆，所有乘客安全带系好啊，我们准备快速着陆啊。已经看到跑道了，打开广播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飞机即将着陆，为了您的安全，再次确认安全带放好系紧，谢谢。已经对准跑道了，准备着陆。哎哎哎，这飞机咋又飞起来了？好，已经着陆了，虽然着陆比较重啊，希望这些乘客不要投诉啊。今天第一次驾驶飞机就成功把飞机着陆了，飞机正在滑行，所有乘客准备下飞机了，我们机场车辆马上过来把所有乘客给接下飞机了。